哎，我刚刚打家里电话，怎么没人接呀？你不在家呀？啊，我在外面呢，跟朋友谈事呢。叶芳呢？这么晚了，她怎么也不在啊？啊，对，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，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。哦，行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挂了啊。 回来啦。嗯。喝了。你喝醉了。这点酒没事儿。 你猜，我这儿见着谁了？我见着春生了。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。嗯。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，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？是这样吗？你想多了。 再有一个机会，红娟儿，你累了，去洗澡。哎，我等会儿再洗，啊，我认真的，咱们俩再试试啊，再试试，啊，嗯，叶芳，红娟儿，你这，叶芳，红娟儿，长红娟儿，没必要吧？